Hello，大家好。三星宣布那个新款手机三星 S8 将于3月29日发布，然后可能是4月10号左右，上市。并且价格估计可能在6000人民币以上，所以价格也不便宜。那么今天 KK 就带大家来见一下还没上市的 S8 和 S8 Plus 真机。更多爆料，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@KK 低调。微信公众账号 KK 分享，谢谢。